行通唔离偏，从能轮椅嘅神中站，坐爱面对眼神的偏通，还有元素偏人的眼光，有位人会因为安尼唔敢行强人群哦。唔过落屋太苗烈，从细睇星座太嘅王庆尊，虽然受伊麻痹出神障碍，伊还是过好运通，伊还是代表国家参加轮椅乒乓比赛，咪系台湾第一批接触轮椅乒球嘅人。王庆尊这个球队还成立轮椅乒球协会，从前买专用的轮椅，后边韩国多神长者也是得来体验轮椅乒球，因为伊非常了解运动是一好的事情。来一次来，哎，很好。耐心高体验的奉献对此感觉开始，热情参加自水顺乡重建班的奉献，奉献送运动中的专用轮椅、打球和就拿球飞，将开始多少会唔得安用格善，不过对大家人面红的笑容看得出来，虽然就得天在高的当反气。台湾第一批接触轮椅乒球训练的王庆尊，二十年前一摆机会接触到轮椅乒球，当其时还是足球选手的起，直接天而来推广轮椅乒球。民国84年，佮一个机会啊，然后星光基金会，那佮一只国际的网球裁判，我们一起就结合。成立了该 T 级的轮椅网球队，然后大概在差不多16年前，那我们成立了我们今天这个协会，然后开始就比较有系列的来推动这个轮椅网球。王庆尊本身当好运动，虽然年纪小而麻痹，行动唔利偏，不过其次说当好打野球、足球了都。对佮来讲，我透过轮椅乒球来做佮几十年的运动，还甚至轮椅乒球透比赛也是球赛的比一般人过多团体呢一摆，其他冇太太嘅相差。轮椅乒球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哈，就讲第一个可以满场跑，你知道我们该在下半身残障给你啦。其实我们最盼望就是我们能够像一般人能够啊跑动啊，能够满场活动。那以前我是打桌球的，那桌球它就是只能坐在那个地方，就在桌前面这样打球，这样打球。但是轮椅网球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感觉，哎都在球场满场跑，好，然后可以追着球，哎，它给我们的感觉它是也很阳光的，可以在户外，然后可以享受着乘着，因为速度快嘛，就有乘着风的感觉。一般的轮椅体重约6000克，但是量身打造的乒球专用轮椅，轮框设计做白四型，立偏正弯，过防止打球，也是退后的时会打到猛。一种切磨做3万克，为了避免练习的工期变作东南热门的原因，王庆尊目视社会爱心，不停因为福建是在新建协会的轮椅，各同自水顺上的社福单位合作，互透过较多人向下来打轮椅乒球。S 型电动行的 S 型就是东角立刻来起，人家境外凑险之水损伤的范粉意，14年前出伤，有些5年做下管头不卡度，唔敢面对人，于是做些同运动前度生发的创新，体一摆体验轮椅乒球，却但是较为当欢喜。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尝试，啊，觉得说哎、欸、打网球也不错，那体摆来感觉。然后打 Q 嘛，也不错。希望下摆还都在搞，蛮好玩的这样。继续在女子跑步快一点。到大概礼拜六固定练习的时间，还有技工教练指导将接触的空间，对教练的事来引发兴趣。基本上我们虽然叫运动啦，运动给他感觉就是很自私嘛，就是我只能运动。其实我们是游戏中带运动，然后让他不自觉是在推轮椅，然后让他去运用就是比如说轮椅的旋转，或者是说他在推轮椅当中他觉得很开心，而不是很枯燥的一再的叫你推轮椅这样子。然后带一些创意教学，然后再来一部分就是你要让他非常觉得很有趣。引发他的动机，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目前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一块。
轮椅棒球是自1960年代由英国发起，到了满半个世纪内，本来只是为了脊髓损伤的人发明的运动。小儿麻痹的病人虽然遭到几经接受，期间五体不全，不过部分人仍至两骨遭残破，外翻天打球没有动三忙，而大卡选手退休23年都一年。运动是这几年吧，因为我先生嘛是个小儿麻痹。安他去动，很动会运动，去动好运动啦，各项运动去动动，怎么很感兴趣这样子。来个孩子想讲，哦，你跳韩台，你个文西，去到安看一个看，去到安样吼，很热情在打 Q， 安个一次也唔敢下落去打 Q， 安就讲，哦，你个神又皮肤会神乌，好，安就唔敢出来，安题目。因为一个朋友说啊，来来来，你推推轮椅啊，推推个轮椅嘛，走得啦。莫一听讲，你一听了，马上就在打 Q 啊嘿。俺孩子想讲好啊，你推推轮椅，还是跟人去钓枪啊，推推轮椅啊。他推推就说，哎，一好啊，身体又跟孩子流流汗，流汗以后就感觉哎，动舒，身体动舒服啊。你只感受到运动带来的乐趣，还有对空间的好处。有的人甚至后来打到骨手，同一般人对打没毛问题。个人认为，为之而克服的，可能是自己的心情。我觉得是对人生的一些希望跟自信心。哦，因为他们很多人对自己的人生下一步可以做什么。未来可以怎么过活，能够人生 的希望在哪里，其实他们都不是很确定。但是我觉得打了轮椅网球之后，既然我都可以这样这么快乐的运动，能够跟正常人一样运动，那我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？所以我一直认为轮椅网球我们不是运动的本身，它透过这个运动，它能够让很多的身心障碍朋友能够重建他的自信心。